我叫季老师来陪。刚才咱俩要包，是不是就已经那啥了？嗯、就是。啥时候回来？对，都已经包差不多了。就是你拍照片，你得过来跟你拍。照片是视频。视频。video。妈，我这馅放太多了，好像。这馅放太多了。要早点包好了。嗯、他总是说那个，今天老师说太远了，不行。没事，太吓人了。哎呀妈呀，挺有意思的。挺有意思。你看季老师擀的皮儿更好哈。嗯，擀的像样。季老师、嗯，这是咱们新来的这个邻居，哦、曹副会计。嗯。哦，副会计。啊、嗯，我连着。嗯。啊。我在四二八。哦。嗯。就在那头呗。对，咱这一层好像经常在这儿的人特别少。哦、对，今天季老师一来给我高兴坏了、嗯、平时就我自己一个人太素了，结果你来了还好了、哎、好了，但周六周天你不在这儿，对，周六周天我们就那啥了、嗯、对，你光录你得动手包啊，你把那个什么把那个架放到那啥上面，然后弄个自己包，对，你放，你刚包脸我反正哎呀！哎，看到吗？这还快的。刚包俩啊！好的，三个。嗯，行。嗯，好的。嗯，我走了啊、哎。就是早点包好了。早点包，你也能吃住，真是。不是，我早点包包完了，现在。啊，我寻思那个。等着那个今天老师回来一起包，嗯，让他学呢。